其中有个蛙人身上也有个胎记，跟龙马的是一模一样的。龙马的胎记？没错。龙马中弹落水，难道他没有死吗？如果没死的话，其中一个蛙人一定是他。快！所有的人，给我封锁水面！封锁水面！ 把面罩摘掉。是自己人，孙先生，还应该有个蛙人在水里呢。拿住！ 先生，是我们太大意了。原本想着龙马和王七美受到重创，不会反击的。可是这包就在那水里，他们怎么会善罢甘休呢？对，万天君，在，务必多派些人去水边，用火力掩护水中之人。我们的兵力一半对外迎敌，一半保护水面。这。 蛙人下到水里，很长时间了，啊，谁也不可能憋这么长的时间呢。对，就算蛙人被枪射中，也早该浮出水面了。我在想，最后一个蛙人一定是龙马，他是来跟我们争夺珍宝的。 三木他们会坚信，珍宝就在神坛下面。这下，他们更舍不得走了。三木先生，咱们这几天的蛙人，在这儿打捞，除了一些烂神袍子，连一块碎木片子都没捞起来。那也就是说，装珍宝的箱子。 还没有碎，那珍宝应该完完整整的躺在这塔里呢。桑木先生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：咱们的蛙人最深能潜多深呢？我听说10年前为打捞一艘失事的沉船，蛙人最深能够在水底下待70米左右。70米。 但愿这个潭没那么深。还要再派更多的蛙人，更先进的潜水装置。王七美的冷枪手不足为患，只要加强警戒就可以了。
打捞工作再困难，也比20年的努力容易多了。是啊，三毛先生，原来啊，我们连珍宝的影儿都看不见，而如今呢，珍宝近在咫尺，打捞的只是时间问题啊！啊，嗯，有戏。 身上也有个胎记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他怎么回事？他这怎么回事？我先出去看看啊！哎，太君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这是我们的蛙人，本以为他失踪了，刚才被我们发现，他被人杀死，扔在了树后面。哦，扔到树后头了。是的，谢谢啊。 一共就4个蛙人，3个被枪打死了，还有1个被打个半死，扔在树后头了。有人偷了蛙人的潜水装备，浑水摸鱼入了水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人就应该是龙马。哎哥，你说这龙马他陆地上的功夫咱见识过了，他水下功夫怎么样啊？ 你是担心从不失手的龙马会先于我们把珍宝给打捞走？是啊，我可不担心嘛！我一个是龙马，一个是三木，你更担心哪个把珍宝打捞走？ 我不管他们，我只关心。 蛙人就是龙马，但愿龙马不负众望，能够先于森木把珍宝捞走。老爷的伤口一直在流血，看来他出不了山了。我现在就去酒馆把最好的大夫请来。哎，少爷，你别走。龙马，大雷叔说的对，别去了，来不及了。过来。 你4岁上。
被刘烨给偷走了，他让我们骨肉分离了20年，他死了，还挡在。 是因为柳叶，他把你养大，他也是你爹。可我一直把柳叶视为洪水猛兽，必杀之而后快。 这就让你恨翻开，恨我，我以为我放不下对柳叶的恨，也就得不到儿子的爱。我就要死了，我不再恨他了，真的。 我还要谢谢他，是他让我们父子分离，我才明白骨肉至亲重要。我临死之前还有3件事。 这珍宝不属于你我，它是天下人的。到了适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拱手把它奉献给天下人。啊！可什么时候才算是适当的时候？到了，人人衣食无忧。
不伤害燕妃，答应我，孩子！我少爷，我求你，答应老爷吧。你也看到了，老爷支撑不下去了，你就给他个准话吧，啊！ 给人跪下过，少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让老爷安心的上路，安心的把眼睛好好的闭上吗，少爷？少爷。 燕妃，我发誓，我不为难燕妃，我发誓，我不杀燕妃。 整整等了20年，就盼着你这一生啊，少爷。老爷。 爹，你听到了吧？
爹。先生，您安心了吧？三木先生。珍宝的打捞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，不能无限期的消耗在红柳树。九安城传来消息，战车的组织一直在行动，干扰和破坏了今年的清乡行动。叶飞君，你马上回去。孙先生，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不如回九安抓共产党。坟墓说我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，让我离开。他在这儿不也是无计可施吗？他只是想把我支开。我不能走，绝不能走。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局长，你说他要是下定决心非要支走您，那咱们想留也留不下来呀。是啊，没有命令，我绝对是不能回这红柳树的。如果我回来，他就可以拿这个来治我的罪。对呀，他是想独吞珍宝。难道我跟珍宝缘分已尽了？没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！依我看啊，再过上一年，这也没多大变化呀。你看啊，这人他死活他沉不到水底，珍宝他也飘不上来啊，潭里的水只会多，他不会少啊。我亮的森木一个人在这儿，也捞不上来珍宝。咱们索性就听他的，先回去，从长计议。谁说这潭水只能多不能少啊？啊？我刚说的呀。那我要是把它抽干呢？抽干？那这么多水是怎么抽干呢？虽然有些麻烦，那如果我要在这加上无数个抽水泵呢？王七妹守了一辈子珍宝，我燕飞找了一辈子，今天终于可以在这红柳树得以了解了。只要我的办法实施了，这潭水再深，珍宝我也可以唾手可得。我还是没明白什么办法呀。绝了！
其初，我担心王七美和龙马仙与我们把珍宝给拿走，担心我这一辈子都和珍宝无缘了。我最担心的是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他最最便便可以找个借口就把我支开。现在好了，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了，只要你把这个法子告诉森木，他肯定不会支开你。你是大功臣呐，大功臣！只要这滩水干了，珍宝我就可以唾手可得。 我手可得。小苹果师娘，有件事我跟我爹发誓，不能告诉龙马和大雷叔。可是我要再不说出来，我就要憋死了。既然发誓了，那就憋死别说。王先生是什么人呢？那是真正的大英雄。 跟这种大英雄发的誓，更要说话算话。我就是因为知道我爹是这样的英雄，我才更应该把这个秘密说出来。要不谁知道我爹有多么的了不起啊？那就快说，别啰嗦。朝我爹开枪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他的保护的人。是燕飞？就是他。 我爹明明自己也看见燕飞朝他开枪，可他居然替凶手求情。小苹果师娘，我爹做了这么了不起的事情，难道就让他把这个秘密带到土里吗？别人我不管，将来我儿子一定要知道他爷爷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。 王先生亲眼看见燕飞朝他开枪了，可他临死前最大的心愿，却是要保护燕飞的性命。因为他和丁谦先生是生死兄弟，他要保住丁家的后代。换了是我，我就做不出来。谁能像我爹那么了不起，那么慈悲？ 燕飞罪该万死，我早就该杀了他，替我哥哥报仇。小苹果师娘，你把从前的事都想起来了？嗯，那个没有啊，我哥的事不是龙马告诉我的吗？ 那你相信他的话了？我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哎，老毛病犯了。既然你已经跟王先生发誓了，那就成全他老人家。 这个林中医院吧。王先生，眼下鬼子漫山巡逻，我们只能把您安顿在这儿了。等一有机会，我们就会接您回家的。弟兄们，你们告诉我，谁看见枪杀老爷子的凶手了？啊！ 好好好
就没有一个人看见吗？啊！ 我们高高兴兴地跟着老爷来了洪柳树，却把老爷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了乱山岗上。我们拍拍屁股回家了。好啊！废物！饭桶！咱们有一个算一个，你包括我陈大雷。 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最后一遍，谁看见凶手了？啊！龙马，我能进一步说话吗？ 问他俩，谁杀的你爹？我的老爷！你看见了？少奶奶在撒谎。你们两个的话，我全听见了，一个字儿都没落下。我知道，你对这老爷发过誓不说。 可小苹果，你没发过誓。你告诉龙马。
不是。我要把燕飞拉到老爷的坟头，让他认罪。等他认了罪，我把他的头砍下来，祭奠老爷。老爷一辈子坦坦荡荡，那要分对谁？对丁谦大哥，我们可以肝胆相照；可对这种恶人，我绝不会手软。我陪你去。大规模战斗也不是为了开山修路，鬼子搞这么多炸药干什么？如果挖矿的话，大大方方把炸药运进来就是了，可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。鬼子特意把标记都抹去了，为什么？为了避免我的注意。看来是炸药跟珍宝有关。老爷活着的时候说过，他有个担心，说少爷给鬼子造成一个假象，就是把珍宝沉入深潭，如果鬼子发了疯，把深潭炸开一个大口子，那就麻烦了。我爹的担心，鬼子很有可能这么干。不行，咱们就提前在军营把炸药引爆。也不行，鬼子一次炸不了，还有第二次，炸药会源源不断的运来。如果真炸开了，水流干了，鬼子马上就会发现。谁的心是铁座，像一颗小小的陨铁，在夜空中划过，划破了寂静的夜色。谁的心是铁的，在冷冷的水中淬火，在磨练中坚韧，任性着将自己划破。回答
最初相见的你我。忘了那些话。